哇，这边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精神科病房啊。对啊，而且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听你讲的这么可怕。希望我们可以在这边工作又顺顺利利的。那就说好，不可以就是轻易离职，然后要互相帮对方加油打气哦。好。哎，你们是这次来的新人哦。对啊，我们是刚从台大护理系毕业的学生啊，一毕业就马上来这边工作了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欢迎你们加入精神科大家庭，来，我带你们熟悉我们这边的环境，然后顺便带你们去认识你们的临床指导教师。好，谢谢啊，好机会。那现在我要带你们认识，在新的这段期间会带你们的资语学习。在这段期间，这位学姐会教你们相关的临床技能与知识。好，学姐好，那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自己学好。好的，那再麻烦学姐多多指教了。哦，原来你们台大毕业新人哦，你绷紧一点哦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老在装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记录在写什么？交班交成这样是怎样？没头没尾的。你有在用心学习吗？这样让我很头痛。没有啊，每天都要自己做事，真的很累耶。要不是我想叫我带钱，我才不想带耶。带有没有比较多钱？所以对不起，我还有很多地方不熟悉，我会再努力加油的。你不要再来狡辩好吗？不用心就是不用心啊，哪那么多借口啊？啊，我有这么多时间让你在那努力吗？台大毕业了就我比较厉害吗？你为什么你学校都说我不成才？你要不要赶紧离职就好了？我告诉你啦，你要在这里一天呢，我就垫你一天啊。哎，你怎么又在哭？你是不是又被学姐骂了？学姐说我一直没有用心在学习啊，我现在开始怀疑。我是不是要走护理这条路？我觉得我好像不适合这份工作，好想离开这里了。哎，不是说不可以轻易离职吗？而且我都在你旁边帮你加油打气呀。而且你不是很喜欢护理师这份工作吗？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加油，可以，你可以的。好，很谢谢有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